大家好，在 M 社区的家人，我是来自河南的普通会员，我是妞妞。在今年的10月9号和10月26号的时候，我分别先后提供了帮助1万美金。在11月27号的时候，我申请利息帮助13000元美金。在这短短一个月里，我得到了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朋友和家人们的帮助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之前不敢相信，会在这样一个友好、互助、快乐的氛围中，能享受到快乐并得到的利息。这是在其他行业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。真的，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给到我，不仅可以让我实现我的梦想，还有我的愿望，还可以让我得到这么多的朋友。在此，我非常的感谢马夫罗基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大家庭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家人，并且能够更好的走下去，有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一样，能够实现自己的部分梦想和愿望。在此，我再深深的感谢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谢谢。